距离重创毒舌脱口秀六还有2小时半，你们为什么这么早来？因为 我以为大家都很早来啊，结果好像只有我们有点惨，就是看表演的习惯就会提早到。他以为他在排那个艾怡良的演唱会，就是 Legacy 通常都会很早，通常都会很早到。你什么系的？艺色系。艺色系啊。你觉得异色系用异色系的角度来说的话，跟男生还是女生，就是弱势？你说，男生吧。哦，你觉得男生是弱势？我们比较有主见。就是有一方可能是弱势，然后你觉得男生是弱势，对不对？为什么男生是弱势？因为我们女生比较有主见。你这是歧视哎！你这是用政治正确的方式在讲男生是弱势，因为他们比较笨。有没有常听到什么样的歧视吗？我再问一次，什么样的歧视？就讲你刚刚讲的，什么让你想到野猪歧视？种族？你这就是歧视啊！你会想到什么种族？就刚好是在花莲，你告诉我你想到什么种族，又想到什么野猪歧视？你告诉我，其实有很多族。你随便讲一个族，你就得罪一个族而已。你他妈讲很多族，你就是想得罪所有的原住民嘛？你他妈的！你要问壮壮，你觉得是原住民比较弱势，还是汉人比较弱势？因为以前是我们汉人把原住民赶到山里面，现在是原住民把我们赶到山里面读大学。我觉得这句话里面根本没有问号出现啊！对啊，问题是什么？你是在教导我们？汉人就是弱势的意思啊！现场有原住民吗？啊，来，这位女生，他们两个到底谁是原住民啊？我等一下，看不出来。不是你这种，你给我到舞台上来！你这种，你给我到舞台上来！你这种摒弃的口吻，是念什么系的？原住民乐舞。那你是负责教老师的还是？这个话有问题啊！刚刚发的保险炮要怎么用？好，来我们下一题。啊，怎么用？谁可以回答？基本上这个东西很难直接讲，应该是现场操作。你手上有？没有。你有紧急吗？来，好。他不要上来吗？不是先上来的问题，我先看一下适不适合上来，有没有上来的资格，这样好不好？那你要等我一下。你需要同学帮你吗？没有单身的女生同学，我又被告了。你不要拍下来，我跟你讲。然后他因为反回归也是要你大概还会讲，你觉得你反给我有一种反你像反分享我反而能反真的可以奇怪是否会反号吗？够迟的话口罩包的够够迟的话，而且要一人一台，一打开两个人要并排，然后一起洗洗这样回答到没问题了吗？可以了是不是？那你有去过希特旅馆了吗？你有打过炮了吗？在明科大的吗？不是在明科大，明科大有帮你打到任何一次炮？还真的没有。你大几？大三。这样子可以吗？那么我跟校长再多反映一件事情。为什么关于你们的问题，社团的啦、恋爱的啦、作业的啦，啊，特别烦。那有没有问题想问台上的演员，都可以举手。不换到底要换还是不要换？用到真情不露，
对对，他是在装嘛，你的料那么慢。接下来这关他也是不容易的，非常辛苦。他可以说是我们卡米蒂的一哥。他平常除了讲脱口秀之外呢，他就是在公园拾荒。那最近也是有回收一些东西啊，哦，有些民意代表也是见回收啦，啊，哦，怎么了？怎么了？后面是瓜粉哦，哦，哇，我好在意哦，哇，装到我的旧资料夹里面去丢掉。我曾经跟一个那个。我好，你再给我对话一次，你娘嘞，你他妈他妈的嘞，你已经是妈瓜粉，已经丑恶了，你他妈的，瓜粉是罪人啊！看，瓜你不要看，讲到哪忘记了，瓜粉的，瓜粉的。我是 YouTuber， 我是佛系的 YouTuber， 我一年才上传一部影片。我以前跟上班不要看合作，你知道吗？上班不要看就那个频道啊，我会觉得哇，瓜吉好聪明哦，他就是一直找人啊，都越找那种越烂的那些人，就不能掩盖他的风头这样子。嗯。瓜吉很好吗？为什么要写？上面写了什么？超瓜吉，超瓜吉！哇哇哇！是你要求他写的？哦，没有，他自己写的。他看到我穿这件衣服，然后他就不喜欢。这件衣服啊，哦，是上班不要看的。哦，哇哇哇！就是，他们家出的衣服。哇，所以你也是瓜粉。是新主场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是很精彩，因为我其实有带没有看过现场喜剧的朋友去现场，他直接被壮壮圈粉，然后他说天哪，壮壮太好看了吧，我想说嗯，我觉得观众互动比较有亮点，毕竟有那个就是车祸，然后就一起来看，就印象超深刻，啊，对。然后至于段子有什么，就是壮壮二号印象深刻，yes. 对对对对，然后上半场也很精彩，但记忆点不太深。壮壮，我爱你哦。这是第一次，网络上都没看过。有那个就是 YouTube 上面的那个短片，我喜欢他壮壮二号的时候。二号，嗯，二号的时候有够好笑。然后今天我就是特别，就是跟老板讲说，我一定要来看这一场。老板是谁？social， 他说我一定要来看这一场，因为毕竟我都没有看到完整版的壮壮专场，我觉得超亏的。为什么啊？为什么？中间为什么从来都没有一次？因为在卡米蒂演出的时候，我就在厨房，然后在厨房就是一个与世隔绝，哦。你在，但是你不在。对，我心与他同在，但我人被隔离中，就是帮大家出餐。天哪，天哪！对，但是我就觉得说，哎，我需要好好的、安静的，就是享受一个完整的秀，一个壮壮的 magic time 这样子。对，好爱哦！天哪，壮壮好帅。以前在演出的时候啊，然后他就迟迟的不写本啊，那个social就会拿出杀手锏，然后就会公告说壮壮演出的 try out 秀，就是要他 try out， 然后就在那天这样子，就是
但是就这么神奇，正式演出的时候他本都出来了，这是状况最神奇的地方。他这一次 FAQ 的 tryout 他是当天直接那个直接不出现，然后就说不好意思，这里是取消。大哥，你们打过炮吗？很久没打，很久没打，很久没打。上一次什么时候？很难想起来。太久了吧？是谁的问题？你讲出来不怕？想清楚再讲。想清楚再讲。那我知道是谁的问题了。留点空间给人家。要不然他下去就变 gay 了，gay 多会追，你知道吗？下一次计划什么时候做？做个计划哦，他看他是不是？看他，随时随时随时。来，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怎么称呼你？水梨。怎么看夜夜秀岩上？其实主要是看你们网路。这一次回去以后，我爸也是问我，哇，最近那个什么王志安啊，那个什么夜夜秀啊，那些事情啊，说我在那个播啊，我怎么都看不到。水梨，你跟我爸同等级的，上网就看得到了。1月13号大选投哪位？大家想知道的，投绿的举手一下，好，投绿的，都投绿的。好好，没事，好，我知道了。那应该是侯友宜赢嘛，是吧？只有三位，应该是侯友宜赢吧？是吧？你们他妈的绿孬孬在哪里呀？他妈要我表态，你们不表态，给我他妈拍他们！鸡巴嘞，他妈的想害我！第一次看专场的 A， 其实你真的比伯恩还好笑。你知道伯恩有来吗？好，但是他这一句没讲完，对不起，我刚没看到。其实你真的比伯恩还好笑，我说长相。不用拍这个。好哦，那我要回答什么啊？请问我要回答什么啊？你写这个有什么 FAQ 想要问壮壮的？你就是来羞辱我的嘛！怎么称呼你？香香公主。我通常回答你说谁写的？谁写的？这一张是我第一次不用问谁写的，但是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个反应。你会，你 IG 多少？可以追踪我 IG 吗？你 IG 多少？应该是问我的 IG， 你都还没有追踪我，就要我追踪你，他妈公主病呢？你的多少？还自己上来，妈的！怎么样？你还没有追踪我的 IG， 你他妈怎么进来的？旁边这位是你好，你好，我你好，太好了。有两个小孩。有两个小孩。那你们一定有打过炮。15年了。我打15年了。哇，好认真哦，是我会打那么久。打速炮大概是什么意思？大家看，干你妹所聊天。哦哦，是不是你们现在这个关系？
你香香公主，香香公主自己还打了问号，你还知道要疑问一下、哦、你的 FAQ 想要问壮壮的大胆说出来，你 IG 多少，有点不想加你了，生性害羞，全场都记住你了，干老生性害羞，跳跳。刚刚听说 YP 快七万了，已经七万了。然后跟一年多前欧爷嘲笑我一万又变成九千的时候，已经大不相同了。在这边，我想要跟大家说一句，干你娘欧爷，对啊，说一句。谢谢姚军跟欧爷的小编们，正在跟我庆祝我七万了，小编们，不用打码，快！阿北跳，我会第一次，人生第一次看科目三就献给你了，我会求佛啊，求佛，这是公园打太极。我最喜欢的部分嘛，我个人蛮喜欢把那一把的。下次约速炮可以找我吗？我谢谢壮壮帮我破处，我那个脱口秀初体验，太爽了吧！谢谢谢谢。哦，我刚认识壮壮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的职位是董长特助。对，哦，你就是特助。姐，你那个特助是跟我们平常一样的那种特助吗？什么东西？有二刷三刷的人才有的哦，还想要三刷吗？可以啊、哦，可以，很好看。我是喜欢那个跟观众互动的部分，我觉得最好笑的。啊，哎，还没互动到，对不对？下一次、啊，期待啊！我在路上深夜遇到壮壮，也是松山区吗？对，就是他跟那个 Kevin 啊，走在路上，我想他们应该也是跟我一样，半夜出来捡纸箱。你为什么需要？竞争者。但是我是自工，哦哦，哇，环保环保。因为看到那个第一次那个短影片才开始过来，就是才开始在看他影片的时候才想，碰到六了还不来。要是骂的蛮过瘾的，看他骂的很爽。看完贺龙夜秀跟壮壮脱口秀的感觉，贺龙他比较接近时事，跟政治比较有关系。那壮壮的话就是比较诙谐啊，讲笑话的方式，比较新三色一点。那你比较喜欢谁？贺龙夜秀。我们这一段会删掉。觉得你在冒犯他，阿姨，你要不要坐我这个位置？那阿姨的态度好像是我刚刚从裤子脱下我的内裤给她说，阿姨，你要不要穿我的内裤？哎，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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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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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很珍贵的一个内裤，我也不想要给你，可是我觉得你好像比较需要。他们态度，不要不要不要啊，对对对对，哦，我的内裤快到了啊，就下车了。可是下车的时候。尴尬的不是离开的人，尴尬的是留下的人。那个人，全车厢的人就会看着你，那个空位，也就是那件内裤，你要不要把它捡回去？嗨，大家好，我是壮壮。
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个消息，就是卡米蒂喜剧俱乐部要搬去新竹了。哎，但是台北的朋友不要担心，因为我们就搬去4月10号到4月14号那一周而已。首先呢是4月10号到4月12号，每天下午有卡米蒂喜剧体验工作坊。4月10号，礼拜三有卡米蒂经典的 Open Mic。完了星期三，礼拜四晚上呢，有由阿君以及夏大宝所领军的星期四的欢乐喜剧大乱斗。哦，礼拜五的晚上呢，有由基本星夜的漫才少爷，我们带来的漫才少爷来台10周年企划。礼拜六有满满的活动了，跟我有关系。下午呢有银发素人脱口秀，有长辈脱口秀演员为我们带来的爷难万岁，由我所主持。晚上呢是我所演出的单口经典场，就是大鸡巴时代二。然后礼拜天有由独立音乐制作人日金江雨人，然后小欧欧提斯，还有韩德娜，还有我为大家带来的寂寞的音乐喜剧，新竹人不要错过哦，到时候见。大家你看我你看很多很多实体发票在这啊，对，很多人在说在这个数位时代，我不懂，很多数这种实体发票，我说哎、欸，拜托，现在超商有很多很多那种店员都女生啊，我真的很受不了，女生每次都说要印吗？要印吗？要印出来吗？要印啊，当然要印啊，马上要印的，给我一点时间，我就要印的。有很多指引嘛。怎么称呼你？饼干可以同意安乐死吗？不然要飞去国外。你是小高，你在请了我吗？饼干，你字蛮可爱的，人倒是蛮险恶的。怎么称呼你？维尼，维尼好可爱。你都怎么护法的？我要秃头了，好吧？你问错人了，不要问我吧。谁会觉得我应该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干嘛干燥的跟什么一样？胆重？我看不出来。谢谢你哦。你是饼干吗？你是想叫安乐？妈的！支持你，魏家母米。现在，你支持我，也加盟我吗？好。一二三，加盟加盟加盟！我在我内心深处哦，一定觉得我自己哦不如别人，就是属于流浪汉这种人，一定觉得我就是社会底层的人，这样的装扮很适合我，至少脖子以上很适合我，我就不用像他们那样打理得非常好。但我的脑中有一个声音突然浮现哦，就说壮壮，不要这样，你应该要想的是，你跟那些有钱人、成功的人有什么是一样的？我要你知道，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我内心说话惹到你了吗？他在鼓励我。哦，没事没事，一个白痴啊，你继续说。最近 ChatGPT 很红嘛，在各种的 AI 应用之中，除了大家跟 ChatGPT 聊天聊得很开心之外呢， AI 生成的情境动画喜剧叫做 Nothing Forever。 我今天就是要来试试看我是不是本人只剩下尿尿只剩下演出的功能，然后我会先播放动画版的。 Let's go。 This one time I was standing outside my apartment waiting for a cab when a pigeon flew by and pooped on my head. My reaction? Heyo! Free shampoo!前几天，我在我家外面正在等计程车，突然有一只鸽子
飞过来，大便在我头上，我的反应是哦，哇，免费洗发精。前几天在我在外面等计程车的时候，忽然有一只鸽子飞过来，大便在我头上，我的反应是哦，哇，免费洗发精。希望可以多一点跟观众互动，因为真的太赞了。哎、欸，我们今天已经加码互动了，今天总时间应该有半小时啦、哦。你希望再多半个小时？对，专场多开，这是第一次。今天第一次，你都会想要来？看到百灵果，这个最印象深刻的地方。干你娘！再说一次，干你娘！还有一个就是有个女生看起来就比较文静一点，跟她突然说“素你男叫鸡”。哦，对，那个我觉得哇，真的很屌，哇，反差就很好笑，超好笑。你有没有听过你女朋友骂脏话？没有，我们试试看好不好？塞你娘！哎呦！干你娘好鸡掰呀 ！Fuck you！ 男朋友带你来看装脱口秀，会不会怕？还好。干你娘嘞！干你娘！哎，掌声鼓励一下。那你有没有听过他骂脏话？没有。那今天就是第一次了，好不好？那小姐不好意思了，六指巾试试看。我们是台中人吗？不是，哦、不是台中人，那你是高雄人？哦，那应该没问题了。干你娘，超级白！哦，掌声鼓励一下。我前几天经过一个超商的时候，一男一女在那边对话，他们讲跟感情完全无关的事情，但我一听就知道那个女生真的是个渣女，真的超渣的。光那语调我就受不了，我一听就知道，那女生就说：宝贝，我想要换排气管，你有钱可以借给我吗？话吧，你就是话吧，是吧？然后他又继续讲说：“哈哈哈，三小啦。”这样我会被你弄坏的耶！爸爸，是爸爸。最后还讲什么？宝贝，我一定会海钱的啦。Let's go. What's the deal with airline peanuts?飞机上的花生怎么了吗？飞机上花生什么树？就是我上飞机的时候，那小姐会给我一个花生。然后还给我他的 line。为什么我们要去墨尔本？是因为墨尔本办的这个是全球最大的喜剧节。之前是因为伯恩的关系，伯恩自己去了澳洲的雪梨办了满场的脱口秀，所以我们总监想说，刚好我们就搭了这顺风车，全球最大的喜剧节卖不掉，好多空位。然后我们就寄望什么？我们寄望百灵果，就派了我们欧野老师什么去了百灵果。买不掉，我对凯莉的尊敬少了那么一点点。我还以为的，哇哦，全球华人都在关注他，没有，没有，还好啦，真的。他对于我今天这套西装看起来怎么样？因为我平常其实就是一个。为什么你没有用麦，但大家都听到了？今天来到这个音部许，大家觉得这场地怎么样？给我们这个场地方掌声鼓励鼓励一下吧。我自己是不太
习惯这种地方啊，就有点太高级了。然后也是玻璃，玻璃也不好回收。但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平常不会来这种高级的地方？这种是不是太高级了？会不会太高级？不会，我常来。很少第一个就他妈的。我问你有没有问？不要建议我。我的表演。你就是常常来这种高消费的地方啊，带女朋友来。哎，对。去死。伯恩自己去了澳洲的满场，被我们总监想说，刚好我们就搭了这顺风车，全球最大的喜剧节卖不掉，我们寄望百灵果卖不掉，我觉得可能真的卖的就是伯恩吧，就是伯恩很红，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行销，伯恩会来我们六场中的其中一场，你来就有机会可以看到他，真的一定有，就是这六场里面你只要够幸运，你就一定等得到伯恩。啊，有种你包台嘛！如果你真的六场都来，那我们请不到伯恩嘛？你没有等到伯恩，那我们总监会怎么样？他出来说，他就很悬嘛。我会觉得很悬，就是因为凯莉已经不能用了，那我们就。你们可以直接向我们许愿，跟我们说你想要什么礼物，然后我们从墨尔本带回来给你。一定把墨尔本的纸箱带回来给你。你只能拿一张哦，不能整叠拿去回收。来来来来，最后还是我的。要注意不要超重。358008。哎，姚老哥，你不要一副装作被嫌弃的样子好不好？他那表情，你们没看到一副。不是叫你今天晚上跟我回家，不是他又不用那么怕，他又再核对一次，说真的是我吗？不要好不好？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中山阿北说的？落叶。哇！讲错人了吧？对谁讲的？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子，捡起来，抽抽一下。你要想啊，你要想，你买什么回来，他都要收。对对对对，那是最好的报酬机会。对。欢迎壮壮跟欧爷。随便了，随便了。以前没有这么专业。对对对，重来一次好了。耶！哇！各位中立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壮壮，我是欧爷，我们是最新最菜的菜鸟这个漫才团体。漫才团体，哎，掌声鼓励一下。通常都是一个人上来。就是可以为所欲为，然后就是有一个搭档，觉得有点累赘啊。没错。公布一下我们漫才团体的组合的名字。那先跟大家讲说，我们原本10年前我们组合的时候那个名字，为了一档演出，然后演出结束后我们就这个团体就解散。对对对，然后也没有人记得我们两个组合团体了。原本叫做欧壮，对，我们以前叫欧壮，但因为我们想不出这种名字，一听就是没什么想法的名字，就把两个人名字连在一起叫欧壮。然后打康就说根本没有想嘛。可不是啊，阿达跟康康他们就有想嘛，他们是达康而已。对啊，达康而已啊。十年后，我们想了一个比较 fashion 的名字，叫做“壮龙”。想超久了，对不对？真不知道说什么名字。今天有人说，今天这么巧，G 八取消，他说没有，那个壮壮不是G 八。是啊，不是啊，加害惨不惨？没事嘛，哎呦，加害了，操你妈！因为这个我没有本，我不知道怎么吐槽。我没有本，他去墨尔本啊。哦，这么久，再下
呛你了，他没有去了。我他妈只是没钱了，我告诉你，我英文很烂了。什么？到底是讲两个重点？